新鲜的小虾米清洗干净，切辅料，佐料辅料准备好，葱切葱段，姜切丝，葱叶出锅时备用。起锅烧开水，下入姜丝、葱段、料酒，下入鲜虾米，出锅前加点盐，今天一道新鲜虾米就完成了。如果喜欢我们视频的小伙伴，请点关注，我们下次再见。